迪拜一直是我梦想的居所，我很想在海畔轻抚微风，感受海的力量透过我的发丝，享受当下，拥抱生命最好的夜晚。我想让皮肤感受温柔，不仅仅是奢华，不仅仅是肾上腺素的兴奋，而是生活的平静。我总是寻找心中的安全感，这样我才真的觉得拥有。实现它，我需要一双手和我可以信赖的人，他能专注想我所想，给予我最好的选择。美好的梦需要最好的方式实现，而最好的方式在这儿。我总想着生活在我的梦里，今天我生活在迪拜。